走不能快，我们去后面。真的是很赶，我们错过第一班了，这第二班了，然后过后现在要去这个地方叫做 IG 哦，甘山地人，然后过后那边有一个 supplier 说我们要去找他，特意让我跟你讲，早上我现在没有吃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刚才在 Family Mart 在新甘镇这边，看到软水，还有冰水哦，到底怎么分别哦？你一次过买两只来试啊，可以喝一下试。哎，不是大家都知道分别哦。我真的。这个比较硬一点，感觉就是没有这样顺啊，这个就比较顺一点。你看这本人够极致，你知道吗？冰水、暖水、冰水，哪年冰水给你硬水了？是，那个表示好冷。才赶火车，赶车真的是心要跌出来，结果还是 miss 掉了。所以就买一个火车便当，看一看啊。所以我还以为这是木做的呢。这是那种巴西种，这个是螃蟹的脚啊，这个是马须肉，这个、豆腐啊，这个牛肉啊，吃一下好吃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但是哦，他们的便当都是冷啊，我奇怪为什么？去找不到吃的，但是有点想念那些吧。2 hours later， 这一个呢，就是我在另外一个 supplier 那边插的一支针啊。OK， 我介绍自己，日本家啊。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？ In English？ Japanese。Japanese。OK， 初めまして。私はショウと申します。中国出身の今日本で出身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啊，我们不要装逼啊，走走人啊，走走走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我们去印证我标外面是什么也包了，谢谢谢你啦，自己的原因啊，好不？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小老虎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讲中文了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 Okazaki 这边啊，叫做德川 ，OK， 所以呢。这个是一间应该是百年的那种老店啊 ，OK， 所以我们先要进去吃饭，吃好饭后再带你去看钢琴啊 ，Let's go。德川家康，在跟谢里闪一起吃饭，对，这个就是鳗鱼干，好像鹅肝这样的，鳗鱼酱小只，但是干酱大，还是很多条。那应该一只鱼就一条，但是。这几只鱼啊，这里这个就是一只，这个就一只，这个就一只鱼啊。OK， 试一下鹅肝、猪肝、鸡肝，吃到咸了，吃一下鳗鱼肝。哇，这么硬，这么不要嚼的，我以为它是那种，是的。你没有讲是鹅，你没有讲是鳗鱼干，我不懂是干吗？干，应该是连软软那种嘛，就是想咬塑胶糖的。等一下试看一下它的鳗鱼饭，哎，这个是百年的这个鳗鱼店啊，这样像乌龟壳，但是能开起来看起来怎么？哇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它的这个汤匙是这样的哦。OK， 然后跟我来这一个啊。看到吗？猫眼的这个是茶来的，正宗我们的米饭呢、啊、是要倒茶再去吃的，倒茶再去吃。然后这一个啊，我跟你讲，百年没收，不收，这边收，普通汤咯。但是就这一个就是要倒下去这样子，倒下去，我先不要倒，我要喝一口，到底是什么味道先。它这个就是昆布水。昆布汤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喜欢吃干的啦，干捞先吃了一轮干捞再倒汤，因为吃一下它的饭那个啊，这是它的汤匙吗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不一点鳗鱼上来，粉丝先吃，
アルコール消毒だけお願いします。哇，那好吃过オサカ案，就是直接软了，直接融掉了嘛。它不像我们オサカ吃那个就是要咬，就是直接牙舌头按一下就啪，入口即化，对，好吃。我们不要不务正业，吃饱过后马上去看琴 ，Let's go。就带你看一下好琴在哪里，哎，走 ，Let's go。朋友们，啊，这个呢是一台极度，哦，真的也好聪明。然后 G2， 因为 G2 旧款它是四方形的，哦，四方方，厉害。它改造成钢琴博主嘛，对吧？改造成那个样子。好，这一台呢？这一台应该是 W， 就是这应该，它这个是 U7 嘛，是吧？不是 U7， 那你这么矮，103了。哦 ，W103， 所以我讲对了。好，走走走，好。啊，上面这幅画，这幅画是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有个可以介绍的，那个灯吊灯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，这个。对，一千零一夜，因为你看它有一个那个红色的玛瑙，你仔细看，只有一颗。红色的玛瑙。在那边。看到了吗？有，好像有看到。看到了吗？有，哦，看到。是真的。琴是 U7 改造的，用那个莫奈的睡莲，莫奈的睡莲，然后这个画上去的，连这个键盘都是这样画上去的。哦，哎，老板，这是我们老板。哎，老板好，哎，来，开心，这里面谢谢。哎哎，好，这个是我同事，我们拍抖音，是这鸡鸡的大老板，怎么称呼啊？司马，哎，司马，拍抖音，然后下一个。老板真的很有心，你看这些全部啊是特地因为我们来他摆出来的，知道吧？这会变颜色的，但是这个柜台也会变颜色的。来跳一支吧，是真的是有帮助到运动啊，这个。More moments later， 今天给你们安排的是漂亮，这个德国厅。我们有三个会客厅，这边是德国厅，中间是上海厅，最边上是纽约厅。哇，德国厅的话，上面旁边有一个数字写的1880，代表说这个1880年的时候呢，斯坦威的工厂在德国开始有一个。然后这里边的元素都是跟德国相关的一些元素，真的是很有德国的 feel。对，因为我上个月才从德国回来。桌子也是特别做成了这个钢琴的形状。哦，哇，漂亮，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古老的像东西，小小的东西，古老的东西。
灯吗？哦，没有钢琴，茶具，哇，这个是龙椅。OK， 好。New York。啊。OK OK。他们是专门做键盘的。嗯哼。然后包括清洁，现在他们都在做，你看一下他们的作品。哦，是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嗨。他们这里就是这边要么涂颜色，或者是把它贴上一个新的键盘皮，这样子。那两边还要给它清洁。嗯，这个就是我们孔包打磨了，这个。喷漆在这边。嗯 ，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嗨，嗨。他现在正在喷这个 flame。哦，喷 iron flame 了，这个。可以靠近看一下。哇，这个 iron frame 喷到这样美，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。哇 ，RXA 哦 ，RX 系列的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呢很难能够做到这样，真的是很难。他现在是把那个键盘皮贴上了以后，磨一下它的边角，对对对，不然会卡顿。我们现在开始选了这些琴，然后要开始实地检查一下状态。OK，Let's go。工作就是这样子，来两三天，直接就是订完整半年的货。对，看起来吗？这个呢，也是我订了回去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跟你讲，以为我容易咩？以为我每天吃那些好料放 Facebook， 以为容易咩？我帮你好吗？现在。你看，那种琴根本找不到，现在还要找到一家琴在那里。这一个贵族家，哎呦，这就要开起来选。就跟你讲，这一边呢就是三角形的 A V 了。你有看过这么多三角形在同个 A V 吗？我跟你讲 ，Gawai EX、CFX、Steinway 很多模特了。OK， 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不一一介绍了，主要是跟你讲说。我们的 supplier 够力的，你知道吗？CF 三啊，这个。我影响你吗？这个。不会不会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除了 grand piano， 更特别有没有？当然有了，百多两百年的 Steinway and Son。你看这个，它的这个还有人的脸的脚，你看这个人脸的脚，然后过后这一种基本上是很难再遇到的了，很难遇到。然后过后呢，带你们看 upright 也是有很多很特别的 model， 一定要介绍给你们看的。这些 Gawai OK 看过了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几个真的是。镇店之宝啊，这个很像木纹的雅马哈 Custom 啊，这个是 Custom Series， 这一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 H20E。 我跟你讲，这种啊真的是分分钟，这种多少钱？多少钱知道吧？七八十千，哎，七八十千。还有这种蛇皮的，还有这种，因为我跟你讲，雅马哈很喜欢出这一种啊，前面有这种花的，前面有这种花，很漂亮，是不是？然后过后这一种也是差不多八九十千了。OK， 然后过后刚才进来的时候有看到几个很美的，我觉得我很喜欢，就是
雅马哈威风，这个有一只猫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很好奇，为什么雅马哈会做一只这样子的猫 ？OK， 这样子的猫，它的开盖方式是这样子的，这边写什么 ？Limited Continental Edition。OK， 猫还有这一棵树，这棵树叫做雅马哈梦342，120多钱这样。雅马哈的梦是不是很漂亮？哇，还有自动弹呢。功能，然后过后这些都非常的漂亮，有这种花痕，而且喜欢的人会很喜欢呢、啊。然后这个花也是很漂亮，我觉得。雅马哈 Tradition 的2488，80多钱这台。欢迎阿算，人家要放工了，我还在选情啊，7点了最近，人家颁奖给我了 ，OK， 今天也拿奖 ，OK。これをお願いします。Thank you.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